多谢多谢，广东话仲系多谢，拜拜啦，拜拜啦，拜拜啦。啊！干嘛？昨天晚上一直在拒绝，一直在拒绝，还是……啊！不说了。你又在你偷偷说什么？没有啊，我说什么？他说什么了？我说啥了？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什么了？我没说什么。他说什么了？我真的没说什么。他说什么？我真的没说什么。我相信会有人告诉我实话的，肯定会有人。屁股疼啊，宝宝。他说什么？就是把刚才那句话又重复说了一遍。我不会干这种事情。阿琼，我就知道，肯定的，都在说没听清。你以为你没听没说话？宝宝，你为什么要听他们的？这个打的一点没感觉，嗯，太软了这个。哎，你看得到好吗？给我穿鞋鞋。还不是给我穿，还不是扭了哦，扭了你亲亲哦，这扭哦哦，你刚才哒哒哒弹射起步吗？啥意思？是吧？嗖一下就出去了，是弹射起步吗？我觉得很慢啊，我觉得很慢哦，很快吗？明天，就我还想再喝的时候，他就偷偷走到我身后，扭我的耳朵。你喝的有点不多吧？妈妈她不让我喝酒，你觉得好不好？妈妈，你说谢谢小明。你说谢谢小明。谢谢小明。那是小明吧？是是是，谢谢小明，谢谢小明丘比特。
偷偷的偷偷的走到我身后，然后酒本来就不能喝，那你喝那么多，说你就会说，是不是说你就会说。我今天跟我妈妈说了，我说妈妈我跟你说她会打我，我说丽丽会打我，她说那怎么会可能的嘞？我说是真的，她说那你也是开玩笑的吧，我说她真的，真的可能。你问他们有没有，你相不相信群众的眼光，你问他们有没有，应该不会打你。如果会呢，如果她真的会呢，你们两个不是很相爱吗？怎么可能被打你呢？你有可能，你可以说那也是我挨打，我该打，你知道吗？那不能挨。他们说没有。哦。谢谢大大。喝醉了。你现在说话都是酒味儿。没有，他们说没有。笑死我了，我妈今天认出我的时候就这样子掀我的头帘，她这样子凑得这么近，就凑得这么近，然后这样子把我头发这样子掀开来，笑死我了。妈没讲完，怎么了宝宝？拧我耳朵，妈妈她拧我耳朵，你想和妈妈？有人说我是250，哪里有人？他说中间夹了一个250，不是说有人给我撑腰吗？你怎么笑了？怎么两个都笑了？不是250。他们说妈妈真好。他们说你们两个一起打我，说你们两个一起打我，说我好幸福。大部分都在说我好幸福，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说我好幸福吗？因为你很好，所以他们说我幸福。嗯。公主怎么可怜了？就是，宝宝怎么可怜了？我们俩都对公主好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在干嘛？妈妈在掏我嘎吱窝，刚掏我嘎吱窝。今晚竟拿小报告，请问我打成功了一个吗？我为什么竟拿小报告？我打成功了一个吗？嗯，30分钟就他就去了。那你不是就立饼了？妈妈不能踩椅子吗？可以踩吗？好吧。好的，好，就到这里。他们就说我老是逼你，说我老是为难你。请问你有觉得很为难吗？哪样子？你为难吗？你觉得为难吗？不为难，听到没有？有人骂我说我为难你，说我太不孝顺了。妈妈你觉得呢？不会呀、啊、听到没有、哎呦对不起，保护你的头顶。看到了吗？这个就是零、头顶，你干嘛？还好吧，跟你有雷劈头顶吗？还是我生气了。没有，你看这么看头发很浓密的。哎，没事。哦，他说哥。哦，他不是特别。那你们，你自己写的，左边是谁？你自己写的。你再这样的话，我就要生气了。你再这样的话，我就要在高铁上面脱口罩了。我就要在。